咱家老铁看了有食欲，自然会给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说话哈。柱子肉。这个是大唇边，也可以吃。来个另类爆头，先加点料，再加点什么辣椒面不能少，够不够老铁？够不够？够不够？肯定是够了。妈呀，这也太多了，老铁给个双击呗，谢谢。老铁们，牡丹虾一天只能吃俩哦，你们吃多了太奢侈了，来吧。巨螺，四斤的壳，半斤的肉，哇！想不想来一口？我先帮你尝尝。肉怎么这么老？深海大怪物。老铁，跟吃牛蹄筋的感觉差不多，不太好吃。双击，这是不是全网最大的头？觉得够大的，给我来个双击。不吃辣，浑身都难受。哎呀，够不够味？太干了，再加点火鸡面的调料。老铁说就喜欢看我吃辣，只要我肯吃辣，都会给我双击，是吧，老铁？我来了哈。好酸呐、今天的味道有点怪。今天吃海边大辣皮儿，上点辣油。哇，来，等一下，你这样吃不会变双击，给上点猛料。哇，这样就有双击吗？料够猛吗？咱家宝宝，给我一个红心吧。今天再来挑战一个象拔蚌的精华。哇，先把它冲干。
精华就是它的这个，还会动，哇，大补之物。巴拉，翘个腿儿。汤汁，吃一口。来一个46码的皮皮虾，有没有你的脚大？一口一个的小海螺，啊，千万不能断！老铁，能不能给个双击啊？能不能？马上直播，送进直播间。来一个海五星，加点调料。虽然你们没有吃到海星，但是海绵宝宝今天晚上都会去找你们，因为你看到他的伙伴被吃了，而没有救他。海绵宝宝找你了，要告诉我，马上直播，速进直播间。摸不完，一个双击我都不要。最近的双击是越来越少了，还不是你不够拼。那给我再加点料。哎呀，天哪！我得当成汉堡吃了，要不然受不了。老铁，能不能给我500小红星？今天改吃素。先来一个小毛球，猜猜这是啥？天哪，这啥味儿啊？这是哪个老铁寄给我的？这对我的惩罚吗？吃一个超大的章鱼，先淋点性感的小红油，头都淋歪了。游民老铁，给小妮来个双击。皮好厚，大米看到没有？哇，这么多！好厚。